面对异常火热的租房市场，如何筛选一个合格的物业管理中介是众多房东关心的问题，特别是对于像第一次向外出租自己房产的房东，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其实在筛选的过程中，您可以通过问一些问题来选出优秀的专业的物业管理中介。比如说，问题一，你会是我的物业管理经理吗？你在这行业工作多少年了？你现在管理多少套房产呢？问题二，你们用什么营销方式宣传发布我的房源信息呢？问题三，你们如何筛选房客呢？问题四，你能预估一下我的周租金是多少吗？你们如何能确保我的投资收益最大化呢？问题五，你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其他中介不能够提供的？通过这些问题，相信你会有一个清晰的思路。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位物业管理经理，欢迎随时联系我们。